进塔把我蹬进去，那有什么用啊？那玩意儿呢？现在我们有个长剑，两瓶红加上一个小饼干，随便跟他打。随便跟他打，这波线儿不推啊。看他传不传送。像这种禁夫这种无脑的英雄，如果他无脑打不过别人，那他也就基本上是够呛了。有传送不交，我三级的点炎，你一级的点炎，不好意思，原来他带的是点炎，我以为他带的是传送呢。点炎不早说，这点炎回家了啊！我的天哪！阿枪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我一个人流浪，那个双 buff 蓝枪上当了。这波细节一点，等个饼干。这波呀，钻进草丛，但他应该看见我了，我估计。现在随便打，要到他屁股后边啊！哎，这 W 不放还，他可能是根本就不知道我蓄气有多高。好，这波阅兵线卡他啊，我没有双 buff， 他只要被我粘着他就死。这个人就老想勾引我进塔，想在塔下把我杀了。你看着没，他老想进塔，让我进塔，然后在塔下把我杀了。真肉啊，这差点没打死。他下边有点炎怎么办？还有点炎，我们打不过呀。不行了，这不行了，这不能打他，这打他被他砸一下点炎我一下，我死了，不能打了。
其实我现在出三项吧不太好，但是我不出三项吧我又没什么好出的，我这九头蛇钱不够用，钱不够用出散件又不合适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嗯。这已经穿了，我们塔后断线啊，先吃波塔皮吧。下来，来蓝枪的野区插个眼啊，别让他吃野怪。小伙子，哎呦我这蓝枪，你好像不一定能打得过我，小伙子，我说实话，给你来个无影棍吧。我这满城被动加上满城征服者，好像打不过。居然叫人儿，小伙子你不讲武德，我劝你啊薅着尾子不要搞我，你动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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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啊别啊啊哦马尔扎哈，哎呀这怎么不是万豪的呢，应该是晚豪的好了。看来我们得找一下这个马尔扎哈了，这双 buff 得给他拿回来呀、啊。你给我打死他！完了，吸血鬼把他杀了。我觉得不应该整个血条，就是说下波回多少血这种，看着不得劲儿。把这石头人给他打了，小伙子你是真敢上线啊，我发现的，你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糖衣炮弹吗，你不知道我这个就是勾引你的吗，你感觉你打我掉血吗，你这爆你也没有办法把我往塔里边爆，我这个塔就故意留在这里，你这你敢上线儿你不死，给他一种感觉在塔下非常的安全，其实塔下并不安全。
跑了，跑啥呀？点烟我。我知道你有点烟，但你这点烟点得死吗？那点烟不行啊。三滴血，这也是我计算在内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知道他的点烟的伤害比较的少，他点烟只能点190，而我的点烟点270，他等级越高点的越多，所以这波我必不可能死。带个扫描，悠悠悠悠。打个男 buff， 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Killing spree。再去打个红的，峡谷打不打？峡谷随便吧，打不打都行。那杀个蓝枪吧。咦？咦？跑的是有点快啊，这人。算了，放他一马。我就没明白是谁给你的勇气要跟我打，兄弟，是谁？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野我？马尔扎哈，为什么马尔扎哈？把它拆了。就杀这马尔扎哈啊，别人都不杀。这个点烟确实是有点烦，这怎么点烟又好了呢？这点烟，这点烟好这么快吗？这不没点烟，我们又吸上来了。来水银血吧。有个哥们儿还搁那儿一，我大一了啊，我大一了，还一你一个屁，一进塔呀？那一不进塔了吗？那不让塔砸死了吗？那能一吗？哎，要杀俺们家寒冰，上去勾引一波，卖波破定给对面，来来来，搂一波破定给对面，看见我们，机器人先卖一波，先杀这马尔扎哈，再把这双 buff 给他拿过来，泰坦想跑。哎你，不要刷屏啊！不要刷屏，
哎，漂亮！哎呀，他们家这女枪，我头一回看见这人，这是干嘛？这波失误了，其实这个女枪也可以杀的，本来。再来个1000吧，兄弟们。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如果你